今日行紧出嚟，一二五八九十一十二系赢过嘅，喺一二五八九十一十二好好成绩嘅呢场五号，三号七号就入个 Q， 十号咧就入个第三。一号赢过啦，自然辉煌。五十九倍，上次第六，钟奕丽。上次成绩好嘅就系五号入围嘅，然后就二号咧就第四，十一号咧就第五，一号就第六咁样，即系五二十一咁上下啦，即系就近啲，咁所以赛绩就好过近绩啦。呢一场啲马。二号顺势而飞。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九，前次第一，啊，好好嘅只马，但系近期上次潘顿四点四倍就跑第四。咁今晚配潘明辉，二号仔顺势而飞。三号美丽奔驰蔡明少，蔡明少呢只马咧跑过一次呢个路程入咗 Q 嘅。美丽奔驰就上次四倍跑第九，但系再前一次就第二，再前一次又第二咁样啊。上次有黎即系霍宏星跑第九，啊换人咧，即系换蔡明少啊，真系。四号川河虎区潘顿初次出赛，哇好多飞喎，四倍。川河虎区。初次出赛咁多飞系好积极噶，排过一档添。试习又好成绩，佢系有准备。五号八心八战，而家换咗俾边个？咦，田泰安，冇问题，即系冇乜伤势，可能啊，走翻出嚟跑。加油啊！真系呢只马真系要五号。八心八战，八心八战初跑谷草，但系上次成绩好，上次跑第三，唯一一只马上次入位置嘅就系呢一只啦。八心八战，六号雪勇神驹，赛绩好啊！呢只跑两次，两次都赢。本路程喎，不過上次咧就一點八倍咧就跑到好後，跑到第八，何澤耀。咁今次又再跑過，就跑咗個大外檔，唉，真係上次失策啊！上次真係點會咁啊？上次雪勇神驅。六雪勇神驅。雪勇神驅上次跑千四，前次跑千二，快活谷就跑第一，即系本路程佢系赢过两次。七号鸿运大师，鸿运大师就几好啊！上次第七，但系对上两次就两次第三，即系上次成绩就不好，前次成绩就好多马都好好。七号。鸿运大师苏兆辉，啲马嘅赛绩好，近绩咧就前次好，上次唔多好，大家斗前次啦，即系前次最好系美丽奔驰、八心八战、雪勇神驹、
鸿运大师，即系三五六七，金庄令前次都系第三。八号维港奔流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六。九号善传万里杨明伦，又系赢过呢个路程噶。九号就上次就野一倍跑第九，前次就第六。嗱，呢只金装零啦，呢只棋盘咁嘅衫，十六倍。金装零上次第七，夜二倍嘅上次，而家十六倍。第八场，第八场嘅时候，个田泰安配只醉眼光就堕马，尾场佢复出检验伤势之后复出。十二，陈家喜好重视呢匹马嘅，咁啊冷门都楞埋啦。好，见到田泰安啦，百心百战啊！相信騎師自己同埋即係醫生都係認為佢可以出賽啦，都先會去即係跑埋呢一場嘅。上次嗰組都好強啊！嗰組三班先二，布大威猛吉龍，嗰組真係勁啊！咁當然即係佢同佢哋個距離唔係即係爭好遠啦，係睇下過嚟谷草，始終有時要適應一下即係啲急彎啊。加哥去外地嗰啲系咪都系啲转弯啊？我要五号、三号，五号就因为田泰安跌亲都出嚟骑翻，打起都要啦，系咪？八身八转五号，六号咧个档位十二档就好似即系难度高啲啊，所以我要三号。Jenny 要六号、三号，六号系雪勇神驹，我要五号啊，冇要田泰安，我就要田泰安。我要五号、三号。即系何泽尧咧，就雪勇神驹本来好好嘅，一一八咁样啊，好劲啊，真系。八一一啊！但排个十二档啊，应该即系向前就有机会多啲。五号仔八心八战，四次赛绩之中咧，就三个咧喺入围嘅，即系五号、六号都好，即系五号、六号都好。王志康要二三五六。好大機會有穿中啊！呢啲二三五六呢啲，七號鴻運大師蘇兆輝，蘇兆輝上次第七，但前兩次都係第三，即係隻隻都好嘅呢度啊！隻隻都前次賽績好啊，真係雪勇神驅好勁啊！六號仔兩次第一啊嘛，上次就唔好，前次好，前前次又好，雪勇神驅啦！呢只何澤耀。十二档睇佢点处理啊！输咗神驹，输咗上次就冇谂大赛住。即系八心八战，好想赢啊！我估三二七二啊嘛。顺势而飞啊！又有第二，又有第三，梗系想跑第一啦！呢个三号咧就系上次第九，前次第三，再前次又九二二九啊！即系上次第九。连续两次第二咁样啊！这个六号仔是勇神驹，上次跑得唔好就可能路程不合，但系快活谷千二就系专场嚟嘅，赢咗两次啦。所以五号啊、六号啊、三号啊呢啲，七号啊呢啲好多人拣嘅。
四号咧就初出好多飞，五倍。试习成绩又好，所以我估咧四号系好，四号系好积极嘅，一出嚟就抢啊，应该。而家都系一场几精彩嘅对垒嚟嘅，有好几只都系啲当打嘅侧身马啦，交晒俾你啦，浩然。方唐冇事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九场赛事三番千二，大热暂时显示系六。忘记举起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，维港奔流快闸线全万里快闸啊！咁啊，再见到中间咧，仲有八心八箭出边顺势而飞啊！第四位金装领啦，第五位出边啊雪涌神驹啦，咁啊再见到内栏黄衫啡色帽咧就川河虎驹啊，后多浸有自然辉煌啦，尾四内栏位置就方唐武士啦，尾三有心有型啊，尾二就美丽奔驰暂时殿后系鸿运大师嚟噶，跑到对面直攞中尾段啊，前面放头嘅马系顺势而飞啊，跟住响第二位啊，内栏有善全万里。外面位置就是雪涌神驹，中间八心八箭响第四位，第五位黄衫嗰匹就川河虎驹，中间金装令维港奔流，外面自然辉煌，尾四内栏蓝帽就方唐武士就拍住美丽奔驰，尾二黄衫就有心有型包咗落尾，是鸿运大师嚟噶。好啦，咁转弯入直路啦，顺势而飞占先啦，咁啊见到中间位置八心八箭追紧啦，仲有善全万里啦，外面仲有雪涌神驹啊，后多浸嘅马啦，摄入去粉红走嗰只咧就美丽奔驰，同嗰只咧就方唐武士赚紧位。出面追上嚟，仲有金裝嚟，外面咩？仲有維港奔流大外檔，就係有心有型啊！接近終點，美麗奔馳從個馬林中間穿插而上而贏啊！跑第二名，方唐武士啊！第三名，外面追上嚟喎，嗰只咧就有心有型。第四名係善全萬里啊！結果咁早賽事，咁啊呢只美麗奔馳咧喺個馬林中間穿上嚟後上贏噶。其實直路倉壓埋喺嗰只方唐武士嗰度啊！方唐武士就埋邊跑翻個第二、第三。有心有型，第四善全万里。三号嘅美丽奔驰啊，三号十一十二。跑第二名咧，十一号方唐武士啊，陈嘉熙。第三名咧，田泰安跑第五啊，八心八箭。好劲喎呢只马吓，掉开个位出嚟啊，真系又好似布纹咁啊，掉个位出嚟。掉个方唐武士嗰度。好厚啊，一路都好厚啊，直路喺里边穿上嚟。三号、十一、十二号、九号，即系啲五号、六号啊。唔知有冇问话咧，或者点啊？赢咁多应该冇事噶啦，应该。Yes。哇！呢啲全部实力马，全部喺晒前边，我以为掂添啊，我以为啊。呢只五号仔啊嘛，呢只叫做田泰安八心八箭啊嘛，只九号善全万里杨明伦，咁跟住呢只二号仔顺势而飞，呢只马都赢过两次噶嘛，啲六次赛绩之中，咁啊呢一扎都唔得嘅，都未得嘅，而家只赢得嘅马就喺呢度，蔡明少喺尾三尾四咁样抽住咁样。咁啊，田泰安就喺呢度，田泰安喺呢度，以为得啊，以为啊，有位上啊。咁啊，你睇下呢个蔡明少，留意佢啊，留意佢啊，走入去里边，两只马夹住佢，掉咗阿方唐武士一夜嘅，撞咗阿陈嘉熙一夜嘅，真系撞埋佢嘅，斜线撞埋佢嘅。但系陈嘉熙同佢斗链，输一个马位，真系撞佢一下嘅，斜斜地埋去撞佢一下嘅，三十倍 Q， 五倍 Win， 三十一十二，跑完啦。蔡明少同呢个陈嘉熙串 Q， 只十一又赢过，只三号就入个 Q， 十一号又赢过，九号又赢过。即系呢四只马起码都入过 Q 嘅。都系蔡明
少幫佢贏啊！